来自校园的好消息，113年德甲高中环生特殊选材录取表现优异，参加环生推荐51位学生上榜，录取率84%，特殊选材录取率将近10%，其中国立大学以及医学相关科系比例高达将近50%，并创下连续13年有人录取国立台湾大学的纪录。德甲高中今年度的环生特殊选材录取的表现是相当的亮眼。最近的翻新推荐录取率有84%，特殊选材将近10%，国立大学还有医科相关科系的比例就高达将近50%，同时也创下连续13年录取台湾大学的纪录，非常不简单。今天相当的开心，我们翻新放榜，竹崎高中成绩相当的优异，我们又创造新的一个高峰。那我们全校总共有51位同学录取，然后将近87%的一个录取率，这是相当难得的成绩。然后我们今年呢，凯燕呢用入学5B的成绩，然后争取到台大的金榜，这相当的一个不容易。还有我们特选，我们玉慈，他也是创下我们学校的记录，录取8所学校这样的一个优异的成绩。那在顶大的部分，我们从台大、交大到成大这些顶大的学校，到中山、中正这些学校呢，都录取相当好的一个学系。我想在这边呢，要特别感谢就是所有老师的一个用心努力，然后创造我们社区高中，然后展现繁星优势的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典范。以这件繁星推荐中的同学叶凯燕是录取台湾大学日本语文学系，对立合的成绩5B3+，在德甲高中老师的鼓励，还有不断练习理解的期待，考上繁星台大日语系是相当的欢喜。同时特殊选材的叶玉慈应该是录取北京好好，并且决定就读师大社会教育学系，未来也会投入社会公益服务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竹崎高中的蔡玉慈，然后很荣幸今年以特殊选材的方式录取了多间大学，最后我选择台师大的社会教育学系，准备进去就读。在竹崎高中，我收获到了很多，就是师长们的支持，然后以及鼓励，让我在特选这一条路上，充满了动力，然后也是持续的向前，然后也是恭喜在座的各位繁星以及各校 各地区的繁星同学都成功上榜，祝你们有一个繁花的未来，然后也是希望在未来能够就是持续的发光发亮，也祝竹崎高中可以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，在之后的升学方面都可以持续向前。谢谢大家。是高三校叶凯燕，然后我今天考上了台湾大学，我觉得相当的荣幸，然后我也很感谢在路上帮助我的老师跟同学们。然后我认为竹崎它是个很不错的学校，虽然当初我第一志愿不是填这里，但我在这3年以内，我其实过得还算蛮开心的。然后祝各位考生，不管是各生的、繁星的还是特选的，都能考到自己好的学校。校长苏渊源提到，德甲高中唔呐重视学业成绩，伫科技、体育、艺术嘛有相当亮眼的成绩。今年的翻新还有特殊选材表现优异，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德国特殊选材突破以往纪录，两位 FRC 竞赛表现优秀的学生经过特殊选材管道来升学，透过书面审查还有面试，仍然有特殊成就专才，让学生进入理想的校系，并接到既有的天赋还有兴趣上持续发光发热。最新新闻最新的家乡彩虹报道。嘉义我们的凤梨都经过嘉义县政府把关，也透过台农发整个的把关，所以大家可以安心享用。伊在咪？恭喜！耶！
台湾拍何旭。好，来，加油先，亚美。